准备来狙一手啊，还是打野好玩。说句实话，不要学。要继续要，23分钟，正好这把吃鸡差不多啊，然后打撸啊撸去，这就很舒服。哎哎，这个不能这样搞啊，兄弟。哎，我站在高处，我给你海底捞。哎呀妈，海底捞。翻皮水，翻皮水的翻很烦。没事没事，这个东西没声音，听不到听不到。哎，他知道有人在射他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在哪。行不行？拜拜。烦，被他看到，很烦。哎呦，很烦！这个东西真的。到海底捞啊，我们到后面。但是暂时先用一下，再不用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可能比职业水平，用职业水平来形容有点过了啊。但你懂我意思。哎，我旁边有人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OK， 给他打，没事，捡枪。哎，不用打，哎，不用打，哎，打没事，把枪装好你就死了。5%的几率估计都没有，不用怕。我玩这个游戏到现在只被他炸死过一刀。这是为什么？机关枪死了，少射。这小老板们，你不把他锤死啊？他要就要把你锤死。听说你皮。摩托杀手，跟着这个飞机后面吃空投去了。哦，有个人，接下来就是展示瞬狙的时候了。为什么停了呀？我靠，这游戏怎么这么多 BUG 啊？一旦有人狙我，我这个车招架不住，而且这个山坡很容易翻车，我们得稳，现在得稳。这个车这个不好开。哦，
我、哦、没事，刹车走，没事，有点歪，这开的有点歪。开地收件人丁伦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喷子这把枪我是不可能再用的了，不可能再捡的，好吧，走了走了。我靠！哟，这车不是翻了吗？为什么自动起来？把我压死！我靠，这么肥的装备！打完了吧，小老板，到我了哟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个东西怎么……哎，好烦啊！哦，这个小老板拿个平板锅，怎么说？看谁进去能捡到枪，那肯定是我了。他从他这个速度就比……哦哟，这个小老板呢、啊，平板锅锤我！而小老板就碰瓷了，哎，你呢？合法，后天早上九点再见，耻辱下播。提醒我，刷这波啊，兄弟，提醒我，刷哈刷哈，快快快快快，刷哈！哪天不是干他？
耶耶耶，多老啊，他马上要死了。哎，你会发现高手他永远不会趴着啊，当然特定情况除外，他一般都是在这动动来动去，因为你趴着给狙击枪看到你，你必死无疑，一枪爆头。将神龙。